人陈嘉行过去以焦糖哥哥的名字录制亲子台节目窜红，如今离开将近6年，却收到亲子台寄的存证信函，要他不准再用焦糖这两个字。今天我讲我是焦糖哥哥，哪个焦哪个糖，这是没办法再用他们那个商标那个四个字注册，就去规范说你超出了法律了，因为焦糖这两个字是不得注册。陈嘉行表示，离开亲子台后参与的活动都是以焦糖或是陈嘉行来称呼，并没有使用焦糖哥哥四个字。好，如果是告我商标使用权，我说过了，我已经没有使用焦糖哥哥四个字，你到底要跟我求偿什么？难道我活着就是侵犯你们权利吗？不过亲子台也在脸书发声明，表示双方结束合作关系，依法不能使用焦糖哥哥或焦糖的名称，更说陈嘉行多次侵害商标权与著作财产权，已交由律师处理，在此声明澄清。连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也出面力挺，去登记的商标专用权，但是他所限定的类别只有两种，一个是电信通讯的服务，另外是你不能用焦糖哥哥这个名称去开电视节目，或者是出唱片，或者是出书。陈嘉行与亲子台爆出商标问题，记者致电给亲子台，但假日无人接听，昔日东家如今双方撕破脸。三立新闻光生与 SNG 台报了。